近日有网民重温一段无线万千星辉贺台庆2016年嘅片，一众无线花旦载歌载舞，齐齐唱跳天后郑秀文嘅经典歌曲《星秀传说》，而黄心颖就成为咗网民嘅焦点所在啦。分享呢条片嘅网民就写到话，都唔知佢系咩心境底下唱郑秀文呢首歌。其他网民亦都纷纷加入讨论，话真系好讽刺啊！黄心颖喺2019年嘅四月同许志安发生安心事件之后，形象尽毁，被无线雪藏至今，仍然未有复出嘅机会，演艺事业一铺清袋啊！旧年就有指佢仍然有意继续发展演艺事业，同无线仲有八年嘅长约，只系未知几时先有机会重返幕前。